各位主内嘅兄弟姊妹，最我哋能够开始呢一个嘅上年期嘅第十八主日，让我哋都能够咧怀住一份嘅心，系好似同埋上主一齐咧，上去呢一个嘅圣山，能够聆听佢嘅圣言，得到咧佢真正嘅精神同埋物质上面嘅饱足。我哋会唱咧系两次嘅，我要向高山仰望，作为我哋嘅进堂嘅。我要向高山仰望，我的高峰从何而来？我的高峰从创造天地，并上。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主内兄弟姊妹，我们能够怀着一份喜乐的心，能够去悉心的聆听天主的圣言，同埋是享用到天主给我们的精神上的食粮，就是主耶稣的体血。生命里面呢是需要有这个真正的转和基，转就是在我们迎接到的可能是危机，可能是一个不知道的很渺茫，或者好像没有希望的，在一个时间空间的里面，那我们是需要期待，但我们需要等待，而我们在翻呢個咁嘅一個狀況之下咧，我哋更加需要咧係祈求上主啊，唔會變呢啲變成咧係啊呢啲嘅條件或者係所有嘅因素咧變成係危機，而係真正咧係轉危為機啊，真正咧係上主俾我哋嘅機會，咁就我哋都能夠懷住一份嘅心，對上主呢份嘅信賴，同埋咧喺翻我哋人與人之間啊，今時今日。好像有很多的隔絕，很多的隔離在這裡，但是呢我們不會受這些隔離呢去影響到主耶穌對我們這份的愛心，而且呢這份的愛呢是可以傳遞出來的，讓我們懷著這份的心祈求呢上主，我們願意去歸依，我們願意悔改，我們願意懷著這份的謙卑真正呢在上主的面前，不是我們認低位而是我們真正呢人呢是有很多地方我們的軟弱，我們向上主作我們的懇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
承认我在先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最后我们都唱两次光荣光荣归于天主，吊祭太集。光荣光荣光荣归于天主，光荣光荣归于我主。天主在天永受光荣，善人在地享地安。光荣光荣光荣归于天主，光荣光荣归于我主。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扶助你的仆人，将你无限的恩惠赐给倚靠你的人，有你作我们的创造者和主宰，是我们的荣耀。求你复兴你所创造的，保存你所复兴的，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Amen。攻读以撒以亚先知书。上主说：凡口渴的，请到水泉来；那没有钱的，也请来吧。请来买不花钱、不收费的酒和奶。你们为什么为那些不能充饥的东西花钱，为那些不足以果腹的东西浪费身金呢？你们如果细心听我，你们就能吃到丰美的食物，你们的心灵必因饱享佳肴而喜悦。你们如果走近我，侧耳听我，你们必将获得生命。我要与你们订立一项永久的盟约，即誓许于达美的恩惠。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答唱咏答句：上主，你伸出双手满足众生的需求。上主，你伸出双手满足众生的需求。上主慈悲为怀，宽宏大方，他常缓于法怒，仁爱无量。上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对他受造物仁爱慈祥。上主，你伸出双手满足众生的需求。众生的眼睛都仰望你，你准备赐给他们粮食。你伸出双手满足众生的需求。上主，你伸出双手满足众生的需求。上主的一切行径至公至义，上主的一切作为至善无比。上主亲近一切呼号他的人，即一切诚心呼号他的人。上主，你伸出双手满足众生的需求。攻读圣保禄中途之罗马人书。弟兄姊妹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困苦吗？是困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
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权者、是现存的或将来的事物、是有权能的、是崇高的或深远的势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隔绝，即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内的爱隔绝。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福音前欢呼，请起立。Alleluia。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听说约翰死了，就上船，独自退到荒野。群众听说了，就从各城步行而去，跟着耶稣。耶稣一下船，看见一大伙群众，便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到了傍晚，門徒到耶穌面前說：這地方是荒野，時候已不早了，請你遣散群眾，叫他們各自到村莊去買食物。耶穌卻對門徒說：他們不必去，你們給他們食物吧。門徒對耶穌說：我們這裡什麼也沒有，只有五個餅和兩條魚。耶稣说：你们拿来给我吧。耶稣于是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然后拿起五个饼和两条鱼，望天祝福了，把饼擘开递给门徒，门徒再分给群众，众人吃了也都饱了，然后他们把剩余的碎块收了满满十二筐，吃的人數除了婦女和小孩外，約有五千。上主的福音。三篇的讀經，我們怎會說呢？天主會使到我們能夠去轉危為安、我們都很慣常聽到這個 SWOT、特別是 Strength Weakness Threat 同埋這個 Opportunity， 那這四個、時都是在我們的如果生活的一個檢討裡面，就我們會說咦是的、在我們的生活的一個狀況裏面，天主呢時都是擺回給我們看的、不是這個世界上的一個物質的層次，而是呢需要去到是一個、心理精神一個提升的一個層次，甚至乎呢是去到一個超性的一個層次、那我們會說呢在這個這樣的一個層次裏面、以撒也先知告訴我們，天主的一個修行呢不需要花錢，不需要呢是收費，
但係心靈裏邊咧，會俾到我哋能夠係得到一份嘅飽足啊，同埋咧新心靈嘅一個滿足就會提升。咁我哋成日都會話嚇喺心理嘅裏邊啊，或者會聽過 Maslow 啊，有一個三角形啊，基本嘅層次係會點啊，即係啦，咁啊誒呢個心理嘅一個層次會點，跟住咧係精神上面咧係一個真正嘅提升。但係天主話方面我哋聽，如果我哋係冇真正咧係啊有呢份嘅內化嘅精神，我哋好似覺得會話誒，我哋唔會去到咧一個精神上面嗰啲係神修或者係啊需要一個咁嘅啊一個層次啊。你甚至乎有時我會話講得多呢個道理嘅時間咧，你講耶穌嘅咁樣啊，我哋會將人隔開誒。喺翻今日，我想咧同翻大家咧，係我最近係收到一封信，啊，亦都係希望咧能夠係俾到呢位嘅姊妹咧有一份嘅安慰。咁我唔怕，即係誒讀出佢嘅啊，即係佢嘅一個誒境況啊。如果喺監獄裏邊咧，佢寫俾我，佢用英文寫，佢話咧 ：Dear Father, I'm writing to ask you for your help. I hope you understand my situation.And help my parents. I'm a clerk. I was affected by the psychiatric illnesses and did the wrong things. I'm in prison now. I'm the only person who takes care of my parents. They have heart attack,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many other different kinds of illnesses. I worry about their situation so much.My father thinks that getting assistance from the organization is very urgent. So he does not allow my mother to apply for any assistance. When my mother mentions that applying for the assistance again, he still gets angry. My mother is a very tough and elderly. He tolerates even the situation is bad. But he told me that she can't continueand maintain the life right now. This means that the situation is very difficult. So I beg you, please let my parents have the economic and food assistance. My mother telephoned so-and-so. Please call her. I still have to be in prison for 5 months. Please arrange that my mother get the assistance near home.I don't want my parents argue anymore because this will affect their health. If it is not convenient, my mother can get the assistance in a place that she arranged.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time that I come back together and pray with the big family in the church in St. Louis too. It is the happiest time in my life.Thank you so much. After releasing, I will keep on joining the voluntary work and concern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the children who do not have family. God bless you. Thanks for your kindness and care. 咁我相信咧，雖然我去咗秘靜，或者我係交託睇下有冇啲咩嘅兄弟或者姊妹咧，睇下。幫唔幫到咧？呢位嘅姊妹，我亦都咧，我哋咧喺翻祈禱嘅中間咧，特別去支持呢位嘅姊妹。咁我哋會話咧，啊頭先會聽到嘅嚇，就係我哋正係喺度處一個咁嘅一個處境嘅時候，我哋話咁已經夠苦啦，攬住口罩鎖咗屋企嚇，即係穿門唔能夠咧出呢個嘅嚇房門。哇！有時好多嘅局限喺度。但係會唔會去到第二段嘅讀經《聖保祿之羅馬文書》嘅裏邊，我哋會話有啲咩會係使到我能夠同天主嘅愛係隔絕啫？冇得隔絕嘅啊！世界上面受到幾多嘅啊任何嘅困苦、迫害啊、逼迫、飢餓、赤貧、危險、刀劍，哇！呢啲所有嘅一切都唔算得係乜嘢。聖保祿都話翻俾我哋聽啊，即係你會知道嚇羅馬人。講翻佢哋嘅強項嚇，即係多得很啦。咁但係佢啲弱項係乜嘢？就係、是可能就係
冇咗呢份嘅精神上面嘅一個掛鈎，精神上面嘅一個提升。所以咧，聖會話分俾啲羅馬人聽啊，即係無論係死亡、生活、天使掌握現存嘅將來嘅事物，有權嘅萬，即係呢個嘅崇高嘅深遠嘅一世人咧，呢啲所有嘅一切咧，都唔夠係使到我哋同翻天主嘅愛人係相隔住啊！咁呢個咧係俾到我哋能夠有一份嘅透視，就會話嚇嗰班嘅群眾，哇！逆冒逆吹咁樣去追住耶穌啊！可以你話要聽嘅一啲耶穌所講嘅道理嘅裏邊，係咪真係會俾到佢哋咧有咁大嘅一份嘅慰藉？我相信咧，可能好大部分嘅人咧，佢哋都係喺翻物質上面求天主會俾佢哋嚇，即係能夠係真係有呢份嘅幸福啊！你話真係頭先，如果我哋去講下一個例子，就係我哋香港人到呢個新年嘅時間，走去呢個車公廟，哇！大家個個都投一柱嘅香，咁你話求啲乜嘢？呢啲幸福所有一切，可能都停留喺物質上面咧，都係唔足。但係耶穌同翻佢哋講嘅時間，就會話：喂，會掛心嘅係佢哋應該要係需要要逗留喺度，要歇息，要有飯食有飯食啊！我哋好似即係同翻人哋會咁講係咪？有冇食咗飯啊？食咗飯未好似好多餘嘅呢一句人哋啲明知之後會話有得講啊！啫，但係呢個咧係一份嘅關心。嗰班門徒明知都冇嘢食嘅即係嗰班人都會話係咁，即係好感性咁樣，即係會跟住耶穌但係耶穌會問翻佢哋需要嘅係飯食需要麵包需要有素。哇！呢班門徒可能真係拗曬頭喂，五個餅兩條魚，話點樣計啊？馬竇一個記載，我相信馬竇係計數㗎即係好叻㗎，好掂㗎。即係呢啲，我相信佢真係會話：哇！你唔掂㗎喎，即係一定係會，即係都會算得好清楚。但係門徒喺翻大家即係好籌全嘅時間，耶穌就話：拎嗰啲餅同埋魚人上嚟，就係好咁樣咧，係俾咗呢班嘅門徒，呢班嘅門徒咧解決咗佢哋要解決嘅呢個嘅呢班嘅人咧嘅佢哋嘅飢餓。呢個咧亦都係俾我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回應啦。今日呢一個嘅女士佢所寫嘅一封嘅信咧，咁當然我哋會聽有時間，我哋會話我哋揾方法。但係咧喺呢度亦都有另外嘅一段好好嘅一個文章係會點寫咧？我有一個女士，佢上個月咧就係被逼係離職。原來咧店裏邊咧有資深嘅廚師咧，亦都被開除咗。即係佢揾咧喺呢個佢被開除咧係一個大廚嚟噶。辛苦工作咧十幾年，頓時咧係失去咗呢個重心。唔再似年輕嘅佢咧，喺呢個不景氣嘅環境之下就求職咧，被逼係多次，因此咧係失魂落魄咁樣抱咗一陣子。但係呢位嘅女士咧，係藉住重新思考成功嘅定義，佢有專業，有積蓄，亦都咧係心裏邊有家裏邊咧有心愛嘅家人。媽媽雖然咧係高齡，但係咧仲係健康，好硬朗。这个呢仲有缺乏啲乜嘢佢乜嘢都有。於是咧呢位嘅女士咧決定咧係翻去自己嘅家鄉，開咗咧係一間嘅私房嘅廚藝餐廳，仲買咗咧仲買咗好幾樣嘅媽媽傳授，即係傳授嘅俾佢嘅私房菜咧，係可以話咧作為一個賣點。邀請佢媽媽同埋佢咧係一齊經營咧係呢一間嘅店鋪，當作咧係送俾媽媽嘅生日禮物。媽媽非常之高興啦！呢一個嘅禮物，長年嘅離家嘅女兒，唔單止咧係翻嚟咧陪伴住佢，仲同埋佢咧一齊嚟到開店。
佢終於咧係有事可以忙，唔再似咧行主咧係發慌。熟悉嘅街坊咧，老友都係為呢位嘅女士同埋呢個媽媽咧，係重起爐灶，啊，係興高采烈咁樣咧，自願去到呢個餐廳去幫忙做呢個嘅外場。冇幾耐之後咧，員工都塵曬腳，並且咧係默契非常。因此咧，呢位嘅女士咧，唔單止係開創咗佢事業嘅第二春，累積咗咧啊～累積了一班的忠實的支持者，甚至乎有人從外地是無怨而來，這位的女士和長輩因此能夠推動可以是那個地區的一些可以說是活絡再創造這個地方的新生命。我相信在今天的我們聽到這段的一個事例的時候，同翻我哋一開始嗰封嘅信咧，係好大嘅一個呼應。生活裏面其實就係一個咁嘅，係一個呼應。隔離啊，呢個鄰居可以同翻個媽媽頭先講嚇，即係話咧係而家咧佢坐咗喺監裏邊咧啊，仲有五個月，佢唔知點算啊！即係爸爸媽媽成日都係吵鬧，佢希望咧我哋能夠幫。另一面嘅，我睇到喺頭先嘅嗰個事例嘅裏面咧，這個女士係得到真正一個轉機，就個媽媽同翻佢咧可以係有一個嘅隔離，但係而家咧就因為學咗媽媽嘅一啲可以話咧一啲可以話好嘅一啲菜式啦，就係俾翻佢咧能夠有個真正嘅轉機喺度。我相信咧這兩個的故事，我們如果是拼在一起的時間，就會看到其實天主很多地方會使到剛才我們說的那些群眾福音的裏面，他們有更多的那些掛心或者是需要耶穌去醫治在治療上面等等使到他們的家庭等等很多這些問題，但在最後出來的時間呢，耶穌咧俾翻佢哋會睇得到呢個係一個奇蹟啊！而喺翻個奇蹟嘅背後咧，就係俾翻佢哋有真正嘅慰藉、真正嘅滿足、真正嘅飽足呢啲所有一切。還原翻咧，睇翻下第一段嘅讀經，以撒利亞先知就係話翻最後嘅嗰段我哋會聽翻咧最後嘅時間，你哋如果係走近我咧，執意去聽我，你哋必將會獲得呢個生命。我要同埋你哋咧係訂立一項咧永久嘅盟約，即係逝去咧呢個達美嘅一個恩惠。呢個嘅真正咧係喺天堂上面咧係有真正嘅飽餐我哋會聽到好多嘅聖經裏面嘅啟示無論係舊約係去呢個嘅新約嘅裏面咧，都係能夠咧天堂上面就係有一份嘅飽餐，一個豐盛的肥膏的一個宴會，是約定我們能夠有一個真正的一個聚會在這裡最重要是樹佛戒吹我們在這個世間我們會說忙忙碌碌，或者我們是現在好像在很虛擬的一個世界裡面去做事，但是虛擬的世界的背後，如果我們沒有了祈禱，我們沒有了精神上的一個生活，沒有了一份的內化的精神，我相信這些所有的一切都會過去，而且呢可能我們都會說是蹉跎歲月的車輛，都不知道一個生命裡面有什麼意義，有什麼一個價值在這裡，最能夠聖化我們的生活，好這樣大家我們聯繫在一起，彼此互利互勉，去共度這個這樣的一個難關，將這個的危機變成咧係一個嘅轉機，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門。就讓我們
一起诵念我们的圣经。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圣同体，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了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官爵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明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恩颂，同享光荣。他曾藉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世界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各位兄弟姊妹，天主是一切恩赐之源，愿我们仰赖祂，向祂祈求。请为普世教会祈祷，求主给予教会勇气，使他能按正统的训导，以合时代的方式去宣讲真理。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主耶稣以最简单及最常见的食物饼和鱼作出令人大为惊讶的事，然而我们在生活很多平凡的事情上，往往没有留意到天主给予我们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对他的话更为敏锐，并常乐于遵行。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所有在精神上贫乏的人祈祷，物质的富裕并没有使人从空虚的心灵中平安下来，反而挑拨更多利益输送。愿他们早日找到天主，并接受天主。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天主给予人白白的恩赐是珍贵的礼物，但我们常为其他事物或嗜好所迷。求主促使我们有知恩的心，大方地互相施予和共享，正如天主向人施恩一样。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所有极权国家的人民祈祷，我们相信天主不会忘记受苦难的人，愿他们都能心怀信仰和希望，期待天主施恩时刻的来临。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你们为我们心中的意向而发表的，我们所挂心的，还有在这个普世很多人去挂心的，我们都摆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真正的意向。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天主父，你的子民倚靠你，求你安慰一切受苦者，坚强健康者，使我们到虔诚的生活。你和圣子和圣神永生永王。
上主，萬有天主，你賜俾我哋食糧，我哋讚美你，我哋將呢個大地同埋人力勞苦嘅果實麥麵餅呈獻俾你，使得成為我哋嘅生命之糧。願天主永受讚美。上主，萬有天主，你賜俾我哋飲品，我哋讚美你，我哋將呢個葡萄樹同埋人力勞苦嘅果實葡萄酒呈獻俾你，使得成為我哋嘅精神飲品。願天主永受讚美。各位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接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们手中接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的益处。上主，求你仁慈地圣化这些礼品，悦纳我们的属神祭品，好使我们都成为奉献给你的永恒献礼。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藉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願一切歸於基督，使我哋分享佢嘅完美。基督尊為天主，但係謙益自行，以十字架上所流嘅聖血協調萬有，因而被尊一切之上，成為信徒永生嘅根由。為此，我哋隨同天使、總領天使以及天上神聖，歌頌你嘅光榮，不停揚歡呼。聖聖聖，上主萬有的主，你的光榮充滿天地。歡呼之聲響徹雲霄，奉主名而來的當受讚美。歡呼之聲響徹雲霄。今天我們要用這個感恩經的第五式，是走上得救之道。上主天主，你實在神聖，你當受讚美。你在我們的生命旅途上面，時常以信實的慈愛伴隨著我們。天主，你以聖子耶穌基督亦都當受讚美，祂以自己的愛將我們聚集起來，並親臨我們中間，正如祂曾經親臨在門徒當中一樣。我們深信現在祂正為我們開啟聖經的話，並為我們擘餅，如同祂為厄瑪烏門徒所做的。所以我們懇求你仁慈的父派遣聖神聖化這些的麵餅和葡萄酒，使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祂在捨身受難的前夕，同祂心愛的門徒和進餐的進晚餐的時候，拿起餅來感謝了你，將麵餅分開交給祂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吃，这个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同样这杯来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饮，这一杯就是我的血，生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到纪念我。
这个就是麦饼和呢真饼的信德的模式。信德的模式，救世的恩主，圣的父，我们纪念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你带领他通过十字架的痛苦和死亡，到达复活的光荣，使他坐在你的右边。天父，直到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断宣示你爱的工程，向你献上这个生命之粮和救恩之杯，求你垂视你教会的献礼，基督的逾越牺牲，使我们在分享你圣子的体血之后，藉着你爱情之神的德能，成为你圣子的肢体，从现在直到永远。求你使我们因参与这个盛宴而更趋团结，并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若望、所有主教、司铎、執事和你的全体神圣子民，都能够在信德和爱德之中跟随你的脚步，向普世人类传播喜乐和信心。上主，求你垂顾基督之内安眠的兄弟姊妹，特别在战祸、病祸、天灾、人祸中间丧心的兄弟姊妹，他们的信德只有你知道，人子的父，请你引领他们进入圆满的复活，使他们得见你圣容的光辉。上主，我们在结束这个现世旅途之后，求你接纳我们进入天国，和你永远生活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将同天主之母同精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正佩大圣约瑟、全体宗徒和殉道者，以及所有圣人圣女，永远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光荣你、赞美你。全能的天主圣父，愿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之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天主使到我们能够在身心灵都能够得到这份的富足，而且呢使到更加多人是明白主耶稣的这份的心，我们向主作我们的恳求。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之中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狱之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作为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经对中途讲话，我将平安来给你们，将我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是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愿主的平安使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活出基督的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提起天主的羔羊，请提起除免世罪者。蒙召你父佢圣嘅兄弟姊妹是有福的，主，我都不离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唱，请你们称谢上主，同埋咧里面嘅诗节，请你们称谢上主。Amen.
请大家祈祷。上主，你以天上的恩赐养育了我们，求你时常支援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堪当承受永远的救恩。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愿全能的天主时常保护你们，使你们免于一切凶恶，并仁慈咁样以美好的恩赐厚加于你们。阿们。愿天主帮助你们时常思念祂的圣言，时常以常存的喜乐充满你们的心灵。愿天主帮助你们认识美善和正义，使你在一生的旅途之中遵行祂的诫命，终能够成为天国永远的子民。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临于你们，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弥撒礼成，感谢天主。咁你都请大家咧，系为我哋啲持有回事喺翻中环区里面咧，我哋都会系有聚埋一齐啊，我哋会有一个星期嘅备证。咁求天主咧，使到我哋都能够喺新心灵里边咧，系得到平安同埋喜乐。咁我哋会唱咧。是三次的进教之友为我等待进教之友为我等待进教之我爱我